我们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奔驰 BBA 设备新添加的这两个适配器。这两个适配器，左边的这个适配器称为钥匙适配器，它是用来专门读写和擦除钥匙上面 NEC 芯片的这么一个适配器。如果说它是一个使用过的钥匙，我们可以将它的 NEC 芯片摘除下来，放到适配座上，卡到我们设备上面，就可以对它进行擦空处理。擦空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在红外线对它进行读写。这个适配器呢，是奔驰 ELV 方向锁的适配器，前面是现在我们常见的 NEC 的这么一个适配器，后面呢是以前的老款的方向锁，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存储器。如果说是我们拿这个设备检测到它的 ELV 方向锁被锁死不能使用了，我们就可以将这个芯片取下来放到这插座上面，然后在我们的奔驰设备上面进行初始化。初始化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再次的使用这个被锁死的 ELV。 这就是这两个适配器的作用，希望大家了解。如果说需要购买这两个适配器，请联系我的销售，电话是09516047047。